猜猜看这在这在干嘛？这是空姐的那个要送的行李箱，我们一直在称赞这个行李箱超好用的。好，我女朋友上次买的嘛，她就说哦，谢谢啊。哎，我们是卖这种吗？她就买，然后买了之后用一次就不再用，太麻烦了。你还要为什么打针，然后再把那魔鬼粘在粘在这，有时候没粘好，重复的时候更喝一口。对，你可以不要这么粗鲁吗？可是假设你当时，你在录我？对啊，讲出关键字哎。什么？我没有听到。哦，我没有听到，什么都没有听到。我说，当时如果你用这个保护套的话，我也是那边没有卖。不是，我觉得最好笑的是老师来，我们刚才研究说Eason可不可以进去这个？因为他刚刚没拆开。然后我觉得有机会。对啊，然后不是说Eason他整个人这行李箱太大，Eason整个人没进去。然后Eason说他进不去，他没有练软骨功。要先练软骨功才有办法。然后老师就接了一句话，把他打晕就可以了。你帮我拍照，你很重的时候，你又要把它拿起来粘下面魔鬼粘人吗？对啊，帮我拍照。等一下了哦，人家个人。好，要先谢谢大家。上礼拜我们有进榜了哦。特不要，要送观众的。对，这么好哦。对啊，老师吓到了哈。星星的单元，空姐的，空姐的。幽冥旅行社即将要送的，哇，抢先曝光啊！哦，好棒哦，在电视里啊，这么好，这好像电视剧啊。送观众的送那么好，对啊，你们制作单位钱很多。老师，哎，老师的书嘞，没有顺便拿来打一下。啊，真的吗？对啊，反正直播没关系啊。现在要打书哦。老师今年出第二本了，今年已经出第二本了。哇塞，很厉害。对啊，那要先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，我们进榜了，太棒了。然后跟大家讲，目前第八季进榜。我1-0落后，真真，请大家加把劲。1-0的意思是进榜的排行次数。但第八季只录了一集，只播了一集啊，所以大家要帮娜娜，赶快表白娜娜。好，娜娜说：“大家帮帮他，不然他就要输小三了。你要急坐上来是不是？他就要输正宫了。再给我淫荡一点。是什么这个是什么？怎么用？正常的合拍啊，这种。哦，你现在还在聊过来对对对。那他们拍他们的，我们来介绍老师的书。好，三，这个是我最近的一本财运，居家财运风水。那当然，最重要的是希望大家都能够赚到大钱，所以这里头呢有旺财、招财、钱母，好棒哦！对，你想要偷对不对？你想要偷对不对？你看他的表情，他的表情就是一副就是要偷的样子啊。老师有空去我里面，就是很简单的方式教大家怎么样把自己家里的财位啦，然后怎么样去做。这个真的有用吗？因为有用啊，那我可是我不是挂在窗户，因为我妈都会放在马桶上面。对，马桶可以吗？马桶水箱的上方。哦，这是好的，因为我妈这样放，我都嫌那个黄金葛脏脏的那些，所以这是好的。它是如果我的厕所位置在不好的位置上的时候，用这样去做破解。真的。对。那我错怪我妈。你要不要顶一个？我要在你头上，因为我是马桶。因为你身上晦气很重。所以那我们要来许愿了，快。让大家来许愿。如果我们连续，如果我们上次是那这礼拜是播你的，那如果这礼拜如果进榜的话，你要怎么样感谢大家？他进榜是零点几？不一定啊，就是有进。我是说他的数字0.50。好，如果这次大家我们这礼拜，也就是第八季的第二集的这集收视率超过0.50嘛？我还没想到哎、欸。我们这种东西裸就不好看呐、啊，也没有人要就送内裤啊。好啦，我在鬼屋裸体，背面全裸拍一张照可以吧？背面就是可能这边是可怕的东西，那我就这样全裸，连箱子都没有。对，我就这样全裸照一张相。哇塞！拼了啦！拼了啦，各位！他说了，那你他说这个礼拜播出，我说这礼拜如果。也进榜，然后收视率比上一半更好，比0.5高，我就在鬼屋面前背部全裸拍照，背部全裸，没有箱子哦，没有箱子哦，正面，我无法，我的身材没有你那么有肉，那你正面全裸面，那你要许一个愿啊，因为我们现在在那个小许愿池，许愿池，对，就是如果成功的话，你要怎么办？
送请你给珍珍一巴掌，不，我切。你在录影的时候开场就先一巴掌，啪！不行，他会走心。有一次，真的假的？有一次他走心，他会，他走心了。你这样打他走心，他会走心。对了，我打过，对不对？我有一次在逃跑吧里面，原因是什么？我说也是故事，就只是好玩，然后就拍一下这样。对啊，那我玩啊。没有，因为他好像耍心机在耍赖还是干嘛的，然后我就拍他。对对，然后就我知道了啦。他那时候有蚊子在飞，是真的有蚊子，然后我在打他。那就顺势故意这样。我要打蚊子啊，结果他就真的生气。那最后一关了吗？不是，刚开始第一关，他真的生气。很尴尬。所以呢，还是网友大家有什么想要什么？可是他，我昨天有什么愿望可以许？我们现在开放一分钟许愿时间。我昨天看电影，他说你都会弄他哎、欸。他说你们，你有时候他进去，你会关他们啊，或者是你会吓他什么？互相啦，然后互相，对啊，这真的是互相、啊。然后我就说，那你对我比较好哎、欸。然后我就跟他说，有可能是我都开车载他，他觉得有歉意。不是因为你比较聪明，他一开始他有关你的门啊，你一开始就发现了，你来的第一次你忘了吗？对了。很久以前有一个大烟，刚开始来的第一集，我也有关你。你本来想关他，就他很聪明就发现了。我其实蛮，心机很重，我其实很，他心机超级重。我都怕江，我们两个进去，我都怕江哥会关我，我每次都一只脚顶着门，你知道吗？我都是这样进去。啊，我最单纯了，我都没有注意这些小细节。所以你看，我要我保护你啊，好坏啊，你们。签名照，签名照有啊，每个礼拜都有抽啊，小礼物。帮我切莲雾给大家吃好了，切我带来的那个莲雾吗？对对对对，凌晨一点，这很有心哎、欸！古井里面切水果给大家吃，这是家里妈妈才会做的事，真的。对啊，那你还要邀请？然后但是要在鬼屋领取。哈哈哈！切完莲雾，但是我们办个见面会，然后就办在那个杏林医院了、啊。八楼，哇塞，找个四。心理医院根本没有八楼，神经病。他最高就在四楼而已，五楼而已啦，对，四五楼。四五楼而已。对啊。好啦，破拿到第一名的话，我们去那个精神病院呐，韩国的啦，我们去开四零二。他是说一些不可能的事情就对了，我懂，我懂，我懂。好啦，你说的有限第一名哈，怕过了，不可能的，太难了，因为前面有什么金家好戏。大家有没有看那个节目？那个电影，因为我那时候看他，不是有一个他跑过去，不是那个感应式的照相吗？哦，一直闪，一直闪，一直闪，超超，感觉他超到不知道第几次，他会突然有一个人是站在我超怕这个镜头的，好险他都没有做，他不是跑过去，可是他会让他一直压迫你的心脏，他压迫，因为他又刚好前面有个主观啊，每次一跳那个我都觉得好可怕哦。我在爆雷吗？没看过的，没看过没关系。那个很值得看，那个大家就可以知道我们每个礼拜都在承受这样子一个。对对，就知道大家知道我的辛苦。因为有一些人觉得可能不怎么还好，但是因为他们没有经历过这种事情，我们看完觉得超可怕，因为那就是我们在做的事情，而且是每一个礼拜。对，太可怕了。也不会，不会，那有生命危险的事情应该是不会麻痹的。哇，这个直播好像有美肌还是放大眼球的效果。这是什么？一直播？一直播啊！你看眼睛怎么动？还要微博的啊？真的好美哦。对啊，这样我太可爱了。我们淘宝吧的制作人 ，Hello， 哪里的？这是我的微博的微博吗？大陆的吗？哇，好美哦！你可以开哦，微博可以，这里可以哦，好酷哦！我不行哎、欸，我跟他们我不知道为什么不行哎、欸，可是我们微博有认证，可是要开它好像有一个问题还是什么的啊？真的吗？之前我们也可以，现在不行了。还是我这个其实也没人在看，我自己以为在开直播，这有人在看吗？有了，上面至少这边就是播吗？上面对啊，上面都不是人吗？应该是五十个人吧？上面的是人吗？五十二个人吧，应该是热度最深的，还是阿飘郭老师？妈呀！可是我看不懂那个，大家好，我看不懂那个人的意思。对啊，他最后不是有个人被劫活站在那里吗？对，那我也不懂，我怎么弄直播？那个我也不懂，我不晓得呢，我不懂。他是不是想要营造出一些观点？我也不确定，我这是第一次。可是我其实说实话，我觉得跟整部电影都没有特别提到。或许他有前传，他没有特别提到这个人。他故事那些都没有讲，所以没有这些经历的人可能会觉得没什么。这个有人在看嘞。啊，
康哥出外景，他有没有留言就知道了。他们有，这可能真的要那个花白说郭老师全礼拜第一名才有办法。有啊，那表示有人在看啊。欸，他眼睛真的会变得很大，可是瞳孔。对，可是我不喜欢的，我喜欢那个。有看电影的人就知道，好恐怖哦，好有后坐力的一个画面。平易林影片私讯粉专，对，私讯粉专麻烦。本来是这样，然后转过来，你说我是人，而且他只有黑眼珠，他没有。那水石那个是什么？那就是大家集体治疗师，对不对？然后他不是要摸完就是胖，都变成都变了。我觉得他的有一些集体治疗感觉都是虐待的感觉。对，感觉他反正他就是营造那个院长是变态的感觉。棚内他基本上都穿这一件啊。但我好像外景会换衣服了，对不对？今天外景好像有在量了。对啊，一年换一次啦。如果我们有机会。啊，我已经一年了，这么久了。去年你开始代班，一年多了，因为你去年大概是三月开始代班。哦，没有更早啦，可是比较固定代班是三月，就是那个就开始都有正常。对，正常就是轮流的，大概去年三月。娜娜的签名照，好吧，你说简单签名照比较简单，那不是一个比较低的，一个比较低的有进榜，我们就送个签名照20张，但是签名照是就是正常的，正常没有背部血肉的，没有，当然没有，就是娜娜美美的签名照，如果有进榜，20张，10张好了，20张太多，20张太，因为我也没什么钱。10张，有人看得到，我们出啊，还好啦，我没有要你出。哦，真的吗？那10张了，10张就。对啊，你只要负责签而已啊，还要寄给他。因为他们的预算，这边多少人啊？对，103。他们那边多少？他们那边50几吧？42。42，我们赢了耶。我们这边赢的。对啊。没有，我们这个是第一次啊，他们观众还不熟悉啊。第一次开啊，对啊，对啊，测试看看啊。哎，不错哎，第一次开就40几个，算不错啦。但是我现在一直很想要关掉他那个。问一下大家哦，那现在那个你们那边 YY 直播跟映客还有很红吗？他会不会其实也是台湾人？会不会你确定是大陆的？一直播就是微博，你按直播是直接是用一直播播。哦，是吗？可是一直为什么可以不要这样子播我吗？我很想躲起来。没有人回我。汤哥在外面了，好了，那我要跟大家拜拜啦，拜拜，拜拜，汤哥整。